男一显瘦，脱衣有肉，如今妹子们对男神的定义已经不仅仅是高富帅款的了，没点胸肌腱子肉怎能把妹撩？甭管是肌肉型男彭晏，还是童颜巨乳宋仲基，只有二三两真货傍身才能成功圈得老婆粉呢。娱乐圈男神们尚且如此，体育界鲜肉们自然是不能松懈。6月20日 NBA 球星华裔好小子林书豪现身上海某健身会所出席活动，身穿荧光绿运动上衣搭配迷你丸子头的林书豪气场绝对2米8，这刚一出场啊，就吸引了现场运动达人们的目光。凭借着球场上的出色表现，林书豪在国际舞台上也是站稳了脚跟。别看好小子地位高，但是在工作健身上却是一点都不马虎，绝对是一步一个脚印扎稳了再走。活动现场，林书豪也是跟着健身教练认真地练起了球类运动和拳击项目，这标准的动作和帅气有型的运动 look 也是把现场小伙伴们给迷得不要不要的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上海报道。